写在开头。近日，潘潘在肖战线下活动 BOT 中看到一个小飞侠的快乐园地，真的好喜欢这样的地广，勾起人满满的购买欲，让人置身在肖战的世界。不得不说，品牌爸爸阔气啊，这可是包下了整个商厦呀。 bubly 给肖战的牌面，何尝不是代言人与品牌的双向奔赴啊。肖战已经多次向大家证明过了，其破圈效果令人震惊。给大家揭秘一下此宝地的地址，河南郑州云上艾特米购物中心。咱就是说，这不是一个打卡宝地吗？看得出来，小气泡真的好爱代言人了。写在结尾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再见吧。如果各位小伙伴喜欢我的话，可以点个关注再走哦，我每天都会更新的哈。